我们要进来策略了。Oh my god！ 昨天发现我们的城角居然是从这里看。那今天这一集的重点，我们先把传奇角给讲完啊。再来是刘备，那刘备的 skill 讲一下吧。所以原来他的传奇角要在这边找。再来，我们会抽给你们看。这期真的是耐玩中的耐玩，我的天！而且他每天可以免费，就是有相对应的次数，你可以抽相对应的武将呀。像这边就给你有什么苟货啊、庞德啊、周泰啊，有没有？安妮啊喂，那也玩成这样，安妮啊喂，赵云啊。所以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耐玩的哦。而且我之前跟你们一直讲还不够嘛，哈。哎，安娜宕机啊，蛋奶哦。等一下。哦，因为我用传奇的，是不是？被搞惊死！嘿嘿，哎呀，真的好帅哦！啊你好喂！所以你一开始比赛都因的排行榜啊，是不？哦，而且一上就多啊！你看我元宝真正是乞到不要不要呀！这种游戏就耐玩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来升级升级。所以我现在是卡在11级四连长，是不是？齁、哦、啊你啊喂 ！Yes， 超爽的！哇，真的好佩服这个手游呀！等等，你别搞到限制好不好？幕府干嘛？啊、哦，武将的上阵就对了。我那等嘛，一剑上阵啊！啊，你还喝剩个那些？那这边可以控制你的建筑物的一个 building 的一个武将的一个上阵这样子，也就是侧锋，一键领取也有了。好，你真的会觉得这游戏它越来越好玩哎、欸。然后这边不一定要解这个啊，你其实可以自己挑。那这边就过了。民寝，那民寝就继续把它接下去。它民寝像一整串的，一举把它接一接。嗯，一整串。然后分好多环哎。那、啊、这边有一个征战，都可以去刷，这是他的主线啊。而且也可以直接下一站，非常的爽的一个手游。然后这边完全都可以扫，嗯，好，万圣节能藤挂弄出来啊。然后这边挂机。哇，真正不知道要哪攻击的游戏啊，超级超级 Relux， 再来明寝把它解完呗，解完了吗？哦，好长一串哎，群雄追入，哦，竞技场五次吗？五次吗？好，我们慢慢解吧。